专辑里面呢，大家都很期待说这个新专辑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火花，跟新的音乐人合作。这一次好像就有跟这个皇后区的皇后 Miss Cole 一起合作。有，哦哟，可以聊一下这个合作的感觉吗？我觉得超级谢谢他，因为 Miss Cole， 因为他就是帮我写了一个这么 close to my heart 的一首歌。因为我们其实背景非常的像，我们都是从国外来的孩子，然后来到台湾，一刚开始有一些不太习惯的地方，但是住久了就发现其实是我们第二个家，变成其实是我的家。对啊， my home。 然后可以跟他有这么就是 close 的一个合作，然后可以唱出这么好听的歌，我就是超级谢谢他。我不可能自己写，所以非常谢谢他的厉害的 creativity。 所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也是还蛮想家的，对不对？对，虽然这里也是一个家，但是那边的家也是还蛮想念的。对，那不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好了。好，这首歌曲叫做家在哪里。好，欢迎 Kimberly 陈芳宇。好，外套要再披一下哦。可以吗？不好意思。好的，那我们请工作人员稍微等一下下外套。好，我们请这个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一下下。别太气愤。好的，让我们大家稍微耐心等候一下。紧接着马上就要带来这一首歌曲，这一次呢在那个新专辑第三张专辑 Hashtag Me 当中呢，有特别与 Miss Cole 葛仲珊合作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家在哪里。好，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上一下。刚刚呢有穿了这个非常帅气的黄色大衣。好，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到台上，谢谢。谢谢你。Thank you。好。好的，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 Kimberly 陈芳宇带来的《家在哪里》。只是我中文却不太会讲，所以花了三个月学习这里的语言。要是自己拍子，音乐事业将能开始，住在哪里都不拍子，因为永远知道还是来自台北市。换我去，两边构筑我的心，只要有个麦克风，哪里就是我的 home。 我发现自己家，不一定属于哪，we'll be right back.
让 Miss Q 格中山跟我们现场的西门町朋友们打声招呼了。大家好，大家好，很开心看到你们。今天太阳好大哦。今天感觉有一种这种夏天的感觉，有没有？对。不过其实刚刚这个突然惊喜现身，哇，大家都哇，马上把这个摄影机从那边拍到一边的台上来。不过这一次写这一首非常棒的歌曲《家在哪里》，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跟这个 Kimberly 陈芳宇合作的一个感觉吗？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其实他说的就是背景都有一点类似，然后有时候你常常会想家，当你来到新的地方的时候，你会想家人，想朋友。然后有一些挣扎在那里头，然后你文化有时候也不确定是怎么样，所以要重新适应一个地方，其实是不简单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两个可以体验到的，然后 maybe 别人也可以感受到的一个感觉。我相信的确是这样子，尤其是如果是只身来到台湾的话，就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文化的差异。那刚刚有特别提到说，哎，如果不是住在台北的朋友，的确也是，因为在其他这个就可能是在中南部的朋友，步骤可能会更快、啊。对，来到台北的话，感觉这个可能不一样。对呀、啊，像是我也是觉得来到这个西门町啊，哦，就感觉人很多。其实我家也就在隔壁的永和而已啊，坐个桥就到，坐个捷运就到了。不过今天呢也非常特别，因为呢在这个明天是圣诞节嘛。对。我听说这个圣诞节好像一定要都玩一下交换礼。哦、oh, 对有可以有今天是 Christmas Eve yes、oh, 我听说今天这个 Miss Girl 葛仲山好像就准备了一个小礼物要来给这个天不雷陈芳宇真的哎呦礼物呢我们请工作人员来帮我们上一下哎呦来今天要送上什么样的礼物 oh my god it's a cracker it's a cracker 交换礼物吗我想说那你想到家的一个小礼物我觉得我非常我最爱无尾熊，所以我上次去澳洲也有跟一个无尾熊，对，然后他尿在我身上，很恶心，所以我把这回忆送给你。所以如果想家的话，看一下无尾熊有没有。哇，对，你有抱过吗？你有抱过吗？有，小时候有去。小时候抱过，可以。现在好像不能抱嘞。哦，真的，好像只有 Queensland 可以抱。哦，真的。但是你觉得它爪子应该蛮利的，是不是跟就是抱的时候。它很臭。哦，真的吗？它不是很香，好像很可爱。它看起来很可爱，但是它因为应该是它的怀里那边闷太久。真的，它一直抱是吗？哦，所以还是娃娃。小时候抱印象最深刻，只是没有那么香，就是。跟大家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啦。你们在那边抱无尾熊，我们在这边就是抱狗这样子，抱猫，很不一样。不过今天说到交换礼物的话，哎，那我想知道 Kimberly 要送这个，还特别包装了耶。这是什么？Well, 我知道你上个礼拜好像在校园的时候有把你最小的帽子丢出去了。哦，是吗？所以你把它捡回来了。你把它捡回来了？没有啦，我没有把它捡回来。我想说你抢的歌迷哦。没有啦，我想说就是 a replacement. Oh, thank you. 所以要拆开来给我们这个现场的朋友们看一下。好，我帮你拿一下麦克风好了，来看一下。刚刚哦，你都有在 follow 哎，就是说在这个校园演唱会的时候把帽子丢出去。然后呢，今天就特别送上了一个这个可以弥补一下丢出去的哦，而且颜色哎一样的都是红色哎，哇，刚好 Miss Girl 今天带的也是红色的，一样的品牌，有没有？哇，有没有？超级有诚意，谢谢，有诚意。